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是哪国人？你的序号是多少？好，现在开始第一到十题。每题你会听到一个句子，请在低声后重复这个句子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问题终于解决了。二，新搬来的邻居很热情。三，王经理在开会呢。四，我打算坐地铁去那儿。五，还有几位客人没到，再等等。六，昨天的演出真精彩。七，谢谢大家对我们工作的支持。八，他中文说得非常流利。九，打折是商场吸引顾客的方法之一。十，这次活动将推迟到下周举行。好，现在开始准备第十一到十四题，可以在试卷上写提纲。准备时间为十分钟。